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明德。抱歉啊，这次拖更有点长，主要家里出了一点事情。不过一切都平安过去了，没意外的话，之后还是可以继续看我冷消诶。那就来看本次的营收月报吧。
上个月原本根据那些垃圾广告，我本来也有整理一轮韭菜游戏，也有写了一些文案，不过刚前面也提到了，加上也已经过期了，所以我们还是展望未来吧，反正会被割的依旧会被割啊。另外之前有人提到希望我讲的交错战线跟雷索纳斯这两款，如果你有按时看我杂谈系列的话，应该也有听过我提过啦。我老实说，两款在台湾都很难长期存活啊，既没有特别突出的优点，也不是什么六边形战士，如今在陆服的营收也并不是太乐观，随时公告做出个艰难的决定我都不意外了，就且玩且珍惜吧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彼得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